次酒吧都没叫了，等一哦，不用叫计程车好不好？我蛮熟免钱 taxi， 帮你叫阿强哦。那我们现在在美术馆这里啊，你可以载我们到那个美术馆旁边的那个 seven 吗？啊，没空。喂，阿北哦，你现在马上过来美术馆这边载我们。什么？我有病？你才有病嘞！我三号三号，免费专属司机。哦，到了吗？到了。三六，三分钟。两位。全包全拿。那你干嘛带摸东西啦？全包手，我手都没有力气啊！刷给我，这边很重，夸张哎。刷啊，人家不习惯背这么重的东西。耶，走吧走吧，你不提不动吗你？他背不到我，他都觉得全靠分手。他应该是觉得我想赞美我言辞里的字吧？我不说了，我还是哭了，我还为我的美道歉。谁帮我？